给我一个理由，什么？给我一个接受这次手术的你的理由。他是我的战友，你有成百上千的战友，他不是一般的战友，他是我的生死兄弟，是和我一起在战火的生死线上滚出来的兄弟。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如果你答应，我就做。只要我能做到，你尽管说。救你自己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？不管是走是留，救你自己。我这次见你，你的状态非常糟糕，这不应该是那个和我十几年没见的姑爷的样子。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我当初就是不想辜负心里那个姑爷，才变成今天这样。我也不想今天的姑爷。 辜负当初那个姑爷，我答应你。手术完了以后回家一趟吧，顾叔叔的研究专业撤销了，他研究了30几年，就像另一个儿子。他现在和你一样不好受。谢谢。加油。